牛仔哥，我们是打假汉奖了。就在今天呢、啊，韩国人一早、啊、就来到我们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新河县周边的小乡村啊。那这里的小乡村呢、啊，韩国人刚刚看到啊，我只能说这不是绝情，最想要看土路啊。然后周边好像没什么建设，但是各位我又错了哦。哇，这环境真的是也是不错的啦哦。那重点来了，尤其啊，今天啊，我来的地方啊，离我现在住的杭州，或者是离台湾非常遥远，但是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啊，竟然办了一个大活动，也是韩国人这次参加，马上给大家看我参加什么活动。各位，就是现在比较可惜啊，哦，下雨，所以本来有启动仪式啊，现在可能要移地点哦。然后我看到一个超酷的东西哦，我淋着雨，我一定要拍给大家。但是先给大家看啊，我们这里叫苏木山森林公园啊，这也是在乌兰察布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哦。我看抖音很多都在有介绍，但是各位，今天唯一让我完全转移焦点的，也就是这个苏木山人民公社大食堂，然后外面啊用柴烧煮的东西啊。好，各位，韩国人刚刚确定了哦，里面就是餐厅了，哈哈哈，害我很兴奋哦。你看后面都大山哦，本来今天想要飞空拍，哎，可惜可惜。好，各位，韩国人趁下雨啊，开幕式还没开动，我先走到周边呐、啊，来拍拍绝情一直很希望我拍的哦。他们想象的大陆就是很落后、很糟糕哦，这个乡村你看多可怜。你看这种道路都是有啊，你看这一户人家家门前还种了很多花。这里真的很多村民自己也有用一些绿化，你看它是种玉米哦，所以你看各位，韩国人也是走访很多城市啊。对啊，再说韩国人只拍好的人啊，哦，真的拿把剑吞了吧，都已经这么遥远的一个村落了，这种基本的他们垃圾桶也是有的。这里啊真的也跟台湾的乡下也是非常类似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去苏木山坐的这种车啊。好，各位，天气要放晴了哦，准备开幕仪式要表演的我们内蒙的同胞啊。发了，哇，太热血太热血，从台湾跑来内蒙古骑脚踏车啊，挥旗发车哦，发车了，各位各位选民，哎，选民公示，对，选民公示哦，嗯，哇，所以大哥你也是在里面之一，嗯，哦，也有，也有哦，邓永荣，邓永荣，嗯，我们台湾来的，台湾来的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普通话说的好啊，真的吗？听得懂吗？哦，听得懂。你看我们的卢家营村吗？对，卢家营村也有这个选民公示哦，就是要选这里村长嘛哦。常听到有些大陆朋友跟我讲哦，所以真的这里就是选村长，对，就选民的公示啊哦都会有，哦，所以第一次看到这样东西。然后名字很可爱，有叫毛毛。对啊，这有时候也可以给娃娃看呐、啊。哦，大陆没有选举，好独裁哦，好糟糕哦。然后是哦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坐电瓶车要到苏木山了，脚踏车已经骑过去了。那我们用老人组啊，我们就坐高端科技啊。哦，在这种村落里也有这种电瓶车哦。你看外面的景观真的超村落的。还有这种蒙古包的那种形象的餐厅啊。已经骑到半山腰了，一群小朋友，哇，看到真感动。然后各位，让我更感动的是旁边竟然有一个公共卫生间。这个山这里竟然会有个卫生间，所以你看大陆就是这样了。小朋友刚好骑行通过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到这个苏木山的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的门口了哦。然后这里就是啊，哇，各位你看那些树啊，
很漂亮。但是啊，我刚刚才知道啊，这里啊有很大片森林是人造的，也就是人去种植的，而且整片山非常的漂亮。好，各位，他们上来之后要骑下去啊，骑回起点了、啊，哇，真的不容易哦。这边啊，这个还有我们的队长，真的非常多可爱的小朋友、哦。刚刚看他们骑，真的不容易，这么小就可以来内蒙古体验。真棒，真棒。OK， 各位，然后啊，韩国人呢、啊、非常快，我们来到这个乌兰察布。那我现在又要前往下个城市。那韩国人是用打车的方式过去啊。刚刚看总共63公里，然后只要120多块，哦，非常惊讶。因为差不多的距离啊，韩国人也有查台湾的这个打车的价格啊，大概就要1800多台币啊，将近400多块人民币，差了好几倍的价格。所以啊，这一次啊，真的是非常期待内蒙古的行程。那我们接下来下个县城见啦。好啦，各位，我到了新河县啦，然后这就是今天要入住的饭店。哇，你看它那个上面是蒙古包做的特色餐厅哦。一个小县城也有这种酒店呢。你看大陆现在真的已经没有人能阻挡这里进步了哦。但是这里就是乌兰察布下面的一个县。哇，这个酒店的厅还蛮漂亮哦。耶！我们要来内蒙古了，各位乡亲。哎，我们的那个马嘞、哦，大草原呢？马怎么一来还是那么先进的？先吃饭，先吃饭。风